家好，我是幸福的眼泪。我这星期的主题是以绿色为主，今天我们再来做一个绿色的汉堡。今天的汉堡用的是中种法，我们先来揉一个中种面团，把中种面团里的所有材料放入面包机里，用面包机的揉面程序揉面，把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，不需要揉的时间太长，大概也就五六分钟左右。揉好的面团表面看不到有干酵母的颗粒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如果时间紧张的话，揉好的面团你可以把它封好，然后放到冰箱里用四度冷藏17个小时。第二天下班回家以后拿出来检验一下，如果发酵好了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。如果不想冷藏发酵的话，也可以像我这样揉好以后直接给它盖好，就让它在28到30度的室温下发酵1个小时左右。发酵1个小时的时候就可以检验一下，手指蘸干面粉在面团里戳一个洞，看到这个洞口没有回缩，面团也没有往下塌陷，说明已经发酵好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揉面了，这个时候要保持室温低一些，最好把空调打开，尽量让室温保持在20度左右。把发酵好的中种面团撕成小块放到机器里，放入高筋面粉、冰水、糖、盐，选择面包机的揉面程序，先揉面20分钟。揉面之前可以把面包机的发热管用锡纸包起来，然后在面包桶旁边可以再放几个小的冰扇，这些方法都可以让面团保持在低温状态。之前有很多小伙伴们会问我，为什么我揉面的时候揉面程序20分钟以后，再加入浓油，继续揉面20分钟。揉到面团可以拉出这样子的薄膜，就可以停止揉面了。面团揉好以后不用再发酵了，把它拿出来，直接平均分成9等份，然后把它滚圆。滚圆以后，在面团的表面刷一层蛋清，然后把抹了蛋清的这面再蘸一层熟芝麻，把面团放在烤箱上，每个面团中间要留有足够的空隙，然后把保鲜袋撕开盖在面团上，就让它在室温下发酵1个小时左右。发酵1个小时的时候，你可以检验一下，手指蘸干面粉在面团的边缘轻轻摁一个小坑，可以看到这个小坑有轻微的回弹，但是还能看到这个小坑存在，这个时候就说明已经发酵差不多了，然后就赶快预热烤箱，上下火190度，预热10到15分钟。烤箱预热完成，把烤盘直接放在烤箱的中层，表面盖上锡纸，用上下火190度烤15分钟。烘烤完成就马上取出来，放在烤架上晾凉。这个面包做好以后，如果当天不吃，可以在它还有余温的时候就装进保鲜袋里，然后把口封好，放在室温保存。如果你做的多，2天之内吃不完的话，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，1个月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再来做个丰盛的汉堡，准备一些蔬菜、葱丝片，再煎个鸡蛋，也可以自己再提前做一点肉饼。不想弄那么复杂的话，可以煎一点培根，或者放一点火腿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这个面包切开。